见到了委托人，还获得了阐述的机会。虽然有点兵荒马乱，但更多的是新鲜感和刺激。上官律师啊，您真是没得说。我这里事发突然，还让你专程跑一趟，真的辛苦了。不是应该的啊，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的助理律师团，他能力很强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关照。好，晚上我订了一家知名的粤菜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一起赏脸吃个饭。 哦，不巧，我后面又来代理人，下次吧。没关系，来日方长。嗯，辛苦了。来日方长。慢走，慢走。上官老师，下一个代理人在哪儿？我来叫车。没有下一个代理人，我胡编的。啊？我已经把90%的时间贡献给工作了，不想把剩下的那一点点个人时间。 浪费在社交上面，更何况做律师要保持中立，喝酒吃饭难免夹带私情。哦，这样啊。刚表现得不错，等会儿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，要不跟我去个地方？哦，好，我没什么事儿。 这是什么号啊？ 该来的不来。从容。来了，上官老师。进去看一眼。妈咪，妈咪。真没想到，上官老师，你也会喜欢可爱的小猫啊。 怎么，在你眼里，我的形象这么严肃古板？不是不是。呀，这猫的眼睛怎么了？应该是发炎了。山谷老师也养了一只猫？我家养的是暹罗，比较淘气，性格也比较倔。不过每次回去的时候，它都会向我撒娇，在我脚边蹭啊蹭的，就好像欢迎我回来一样。一天的疲劳感。
瞬间能消散不少。那他肯定是一天没见到上官老师，想你了。你也喜欢猫吗？嗯，我更喜欢狗，白白胖胖那种。狗也挺可爱的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啊。这个多少钱啊？30元。好了，谢谢。走了。哦。做上官老师的宠物真幸福，还有礼物收。我自己选的主子，我不宠谁宠？没错，自己选的。我手机坏了，韩少卿，我给你发那么多信息，你也不回。你别回，你千万别回。那万一打电话呢？打我也不接，不接。喂，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下厨太晚了。行吧，那你回家了吗？刚到家。那我也到酒店了，我们。视频呗。啊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还有工作要处理，2分钟就给你打过去啊。从容，我今天有点累了。啊。然后呢？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挂了。就这么挂了？第一天恋爱就这么冷淡，还挂我电话？果然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谁呀？客房服务。没人啊。文少卿。实在等不到明天了，今天就想见你。今天好累啊，让我抱一会儿。等一下，明天是门诊日啊，你不用上班吗？我赶早班机回去，还有几个小时。要不要抓点紧，做点什么想做的事儿？你别看这种路边摊其貌不扬，但味道绝对正宗。你想做的事儿原来是这个啊？问好了一起吃饭，就要一起吃饭。佟律师，你该不是会？在期待别的什么事儿吧？才没有，你这人的思想很危险。嗯，好吃，尝尝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说吧。等一下。他几岁了，还能知道你什么？听我媳妇跟我说，你带了个姑娘过来，在哪呢？就是这位姑娘，你看着看着。认识啊？哦，
何止认识，我们俩过命的交情。我跟你说，你可算出现了，我拿我的刀疤给你保证，嫁给他不吃亏。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要嫁给他。啊？那你要嫁给谁？老板，再来一份炸猪排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这家店很重要，是吧？是。爱吃的话，下次再来。哦，刚刚那个，你们很熟吗？你跟他提过我啊？对啊。我跟他说你小时候翻墙头扯破了裤子。好啦，我开玩笑的。其实很多事跟他说是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朋友，他是我首次主动从鬼门关拽回来的。原来过命交情是这个意思啊。我还记得他女朋友在手术室外拽着我说，无论他变成什么样，就算不能动也要嫁给他。可是那个时候我也算个半新手，我就站在手术台上很紧张，我就想一定不能失败，一定要把他救回来，让那个女孩亲口告诉他。魏医生，你真厉害，他们一定很感激你吧。其实我更感激他，患者从复健到出院再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其实这也是支撑医护人员的信仰，维护医生的初心。在拍什么？没什么，拍景色。看见那个扶梯了吗？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一件很好笑的事儿。我跟小伙伴打赌谁能扁下天桥，结果踩空了，摔掉了两颗大门牙。那你想不想再试试扁下天桥啊？万一真的摔下去怎么办啊？你只管闭着眼，我拉着你往下走。反正摔也是摔我身上，怎么不相信我？才没有，走就走。不卖了啊？卖吧。好了，我不逗你了。男生上了初中窜了个子自然就瘦了。那有没有女孩子喜欢你？当然有了，你都不知道我为了你拒绝了多少诱惑，情书都是看一眼就扔了。
你还看？哎，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？变帅。看出来了。还有呢？设想跟你在一起的样子。什么样子？初中的时候呢，就想去你家楼下等你，一起去上学，一起坐公交回家。高中的时候呢，哎，那时候有男同学谈恋爱了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。等你回来了，我也这样牵着你的手，让他们羡慕死了。啊，原来你是这种幼稚鬼。男人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都是幼稚的。后来呢？后来就上了大学，学艺很辛苦的，每天只有睡觉前那几分钟能想你，想你做我的医学模特，想抱抱你，摸摸你。文少卿，摸摸你的第几节脊柱侧弯了？别人都被你儒雅的外表给骗了，你就是个流氓，我要给你发律师函。谁是流氓？嗯，困了就去睡吧。不困。那你靠过来。其实我有好多想跟你一起做的事情。我答应你。我还没说是什么呢。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文少卿，文少卿，哎呀，我怎么就睡着了？今天又是被按在地上摩擦的一天。小姐您累了吧？我这个马拉机力度还可以吗？我可不办卡啊。办什么卡？你可是白衣天使的天使，白衣护士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浑身上下都闪烁着舔狗的光芒？干嘛？有事求我？我想打听点事儿。你不是有咱们院很多男医生的一手资料吗？有啊。我就想问问，有没有那种未婚，嗯，不秃顶，嗯，关键的关键，比我老大官儿大的青年才俊？有。真有？有，我还不给自己留着？干嘛？你要跟我抢啊？我又用不着。你要干嘛？我是说，我要广发应聘帖，给我表姐征婚。你给你表姐征婚？你表姐知道这事儿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是要卖姐姐吧？哎，我是不会助纣为虐的。小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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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帮我，小夏姐，你就帮我这一回，就一回，我还不是为了帮我姐找个良人呢。得了吧，
你肯定是又犯蠢，在温医生那边混不下去了，想通过你表姐抱上一个更粗的大腿，揭竿起义。你看着我呀。哼，本来我还想着我老大要是和我表姐好了，我多少能沾点光，结果我表姐把他给拘了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哇塞，从容定力太强了。我表姐肯定是慧眼识人，知道他不是善茬。哎，这说来说去，我现在砝码也没了，趁我还是龟背生，换到其他科室去算了。死神来了。你也觉得吧，这人挪活树挪死，我再不挪一挪，迟早被那个屠夫发到太平间去。我尽力了。哎，文医生，门诊结束啦。啊，辛苦，那我先去忙了啊，晚上见。你想挪哪儿去？我帮你啊。不用了，哥子，我自己挪。晚上见，别忘了。放心，忘不了。三宝一下班我们就过去啊。这不还早着呢吗？你这么早来听上干嘛？陪我。这呸！别恶心了，陪你。我是赶着过来给我车的空调打开，好让我的宝贝老婆坐着能舒服点儿。特斯，羡慕我？是，我承认。你呢，比我稍微帅那么一羞羞啊，比我高那么一丢丢。哎呦，老婆，你看，你有吗？我要是真有呢，你可拉倒吧，谁信你啊？哎，照相照相。你说你都搬家这么久了，怎么突然良心发现请我们去暖屋啊？你来不了。不来我必须来啊，你蹭饭少得了我吗？说，给你带点什么？带张嘴就行。有东西没？哎，你还请了谁啊？医院几个熟人啊，实习生，还有一位神秘嘉宾。哎，就走啊？哎，神秘嘉宾，你住的不近吧？不赶时间的话，我送你回去。不过要先绕道回趟公司。您不用管我，我等一下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李总，我刚出差回来。让我上。好好，走了。好好，拜拜。山峰老师要送我回来的，我算了一下要50分钟，但是打车就只需要30分钟，我就自己回来了，可以早点见到你。我想你了。我也想你，不过我觉得有件事应该先告诉你。我保佑你。不是你说的要先抱我一下，太丢人了。好了好了，进来吧。不行，不行，你嗨嗨。老婆，其实我跟你说。想你了啦！哎呦，我想打你了。所以我亲师兄真的和从容在谈恋爱。哎，不是说拒了吗？这个死忠贞，什么破三手消息啊？嗯，我来之前，他就跟我说，说你什么都不用带，就带着嘴来就行，有东西不用。啊，来了之后我才发现，就摁着头呱呱就吃狗粮。你怎么才来啊？表姐，你也在啊？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哎，
越热。我的耳人呢？进厨房了。你怎么了？一脸不开心。今天我主刀，心情不好，失误嘛，患者死在手术台上。你都还没毕业，怎么能主刀？你们医院和学校都不管的吗？管啊，所以我解剖课得了零分。那，这就是我的患者，正宗田园走地鸡。表姐，我问你件事儿。不。你成天住我老大家对门，他谈恋爱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儿，我还真知道。怎么了？我和他女朋友犯冲。哦，是吗？自从有了他，我在老大心里的分量一落千丈，日子再也没好过。东真，到。给老大叫你的，快去吧，别磨磨唧唧的。早点回，你累呀。等一下，我要是没出来的话，麻烦帮我念往生咒。你怎么了？你脖子不舒服？哦，没有，就是有点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拿钟针带来的鸡给大家做解剖演示。先从骨骼软组织处切入，沿骨缝剥离，避开肾脏，找到腰椎第五节。哎，你们都知道腰椎第五节在哪儿吧？知道。这，哦，你们看啊。这鸡有脂肪肝，你们都摸吗？钟真，你往哪儿摸呢？老大，我现在给你跪下，能不能给我个活口啊？你把这只鸡给我剃干净，不要留残渣，我煲汤用。老大说从哪儿开始踢？可以。哎，七师兄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哦，我来问问你们主食吃什么。主食呀，主食咱们就吃米饭行吗？行。要吃娃娃菜还是鱼白菜？都行。那饭后的甜点还是炒酸奶？半天你说这么多，你这是来问问我们吗？就是，眼神都没从某处移开过。哎，脱粉不回财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啊！去做饭，去。哇，你看他俩。继续玩吧，继续玩吧，来，到你了，跟继续。54、56、58。啊，你试剂卖了这么多，你就不高兴吗？我可是高兴的每天都睡不着觉呢。高兴。这哪看得出来是高兴？你就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。你知道吗？人的时运就像是正弦曲线，偶有高低起伏，最好波澜不惊，以免进退失据。收据，收据可以开，发票加税点。你笑什么？我的书卖了，你那么开心干嘛？你实力大卖，我也有功劳呀，是我把你捧红的。哦，我什么时候出道的？2个月前。那。给你看，我把你的生活日常都发到微视上去了，你现在有几十万粉丝呢，那我就夹带私货顺便推荐了一下你的诗集，那销量不就上去了吗？那说明什么？说明我带货能力强，我有生意头脑。你什么时候偷拍的？还这么多？你不用管这个，反正我是你背后的女人。你考不考虑请我吃个饭呀？我饿死了。你打岔，我都忘了我数到哪儿了。58金鱼脑子。啊，对，58，还差2本。
不是要吃饭吗？我去买。收据吗？收据，收据，收据。自己掉出来的，我这不算偷看对吧？老板，钱给你转过去了。谢谢啊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30。好，谢谢。看一看。啊，都是我手工做的。谢谢啊。这个合同很好卖的，很多人都喜欢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手机忘带了，我去拿一下，您稍等我一下。啊，没事。今天是2010年的情人节。哎，我又和温让一起，我们特别烦。怎么叫又？怎么叫又啊？我有话要对江瑶说，认真的说。我迟早要什么时候我爱温让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。你先回自己店里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是我不好，我一时好奇，我不知道这是你跟……你要留在这儿吗？那我出去。温让，温让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嗯，有人看见了。看见了没关系。丢死人了！你干嘛？我拿筷子呀。怎么了？你别看了。反正人走了，要不要继续尝汤？想让你尝汤是真的，亲你是真的。闭嘴。好，不说了，继续尝汤。不许尝汤。嗯，好好好，不尝。太齐了！大补，来，喝一下。我不客气了，先吃为敬了。来，冯荣，来，我给你夹。来，喝个筷子。你这小心点，筷子吗？够得着啊？我有啊。来一口，是吗？漂亮。刘姐，我听说汪老大今天女朋友也来。这个位置肯定是留给他女朋友的，你怎么坐这儿呢？你拽我干嘛呀，小小姐？不是，你是缺心眼儿啊！你表姐就是温医生女朋友。不是你老婆，赶紧挖口坑啊！
厚葬了吧。嗯，是。你们怎么可能？你有意见？今天请大家来吃饭呢，是有两件事要公。第一件是公事，从容已经正式入职大人，不会再来医院实习。今天这顿饭就算送给你。啊，从容，虽然说今天是你最后一次上班了，但是大家都已经熟悉了，以后一定要常联系啊。对呀，医院的同事都挺喜欢你的，我也喜欢，特别是我亲师兄，喜欢得不得了。谢谢啊，我也很喜欢你们，我会常回来的。嗯。还有一件私事，以前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跟从容很小就认识了，我等了他很多年，现在终于在一起了。以后你们不许拿我跟别人开玩笑啊！嗯，哇，来吧，恭喜恭喜！七师兄，你和从容好般配呀、啊，温和从容，岁月静好，是不是很美好？就你嘴甜，人生跟醋不相逢，也是绝配。啊，你看看你家的吧，有有有有，香甜啊，狗粮啊，这是。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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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吃点。表姐，我有说错话的地方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，你尝尝汤啊，这个汤是淮杞草鸡汤，很补的。哎，尝尝吧，尝尝。尝你个头！谢老公，下次再恭喜一个，来，干杯！高抬小脚，干杯！你俩现在是邻居，会不会哪一天变成同居了啊？别瞎说，当人当人世界，没眼子。秦师兄，秦嫂子，我们就先走啦。拜拜，拜拜，弟妹，走吧。表姐，姐夫，我也走了。林太太，我们也走走吧。谁是你太太？别藏了，知道是你。深刻的爱情，就是他了。嗯，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分手还能为什么？就不爱了呗。那是你不爱他，还是他不爱你？有说话，那就是被分手了呗。哎，我就想不明白了。你说你这样的万里挑一，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呀？我万里挑一，我一没名，二没利，最后唱两句破歌，写两首破诗，那女孩凭什么选我？哎呀，那就是你不懂了。不是说
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傻八戒。不好笑了。哎呦，我不是说你傻，我是说你有趣，你的灵魂有趣，你还很有才华，而且我觉得你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。他不懂你，你就否定自己啊？你那些诗我都看了，虽然不是每句都看得懂吧，但是我能感受得到。我知道你在写他们的时候是开心，也是痛苦。像我这么一根筋的人都能感受到你的好，我相信别人一定也能。是吗？啊，你看你的诗集大卖，就证明你的才华被认可了呀。那些人只是一时兴起去支持一个网红。喝多了再在我胳膊上咬一排表。闷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就是在跟自己较劲。对，就是跟自己较劲。那一个瞬间，我心不在焉。雨会让我看清的线，梦境真实的细微。你多美，你都没发觉，感谢时光缔造的一切。请你感时凝望你的眼眸，终于彼此双手在焦点间交错，请你感时觉醒你的温柔，挥之不去的笑脸，每秒都别再遗漏。烟火的公园，每句话刻画在心间，想陪着你慢慢穿越这个夏天，情绪渐渐，原来你暂时走开的那一个瞬间，我心不在焉。雨会让我看清的线，梦境真实的细微。没发觉，感谢时光缔造的一切。请你感时凝望你的眼眸，原来幸福轮廓会停留的更久。你是我最小决心的收获，多少的浪漫沉淀，让甜蜜有了花。